星期五好，带来一首希望大家也会唱的歌，走走，送给大家。会唱吗？贾兰贾兰的主题曲。久了，就是从我自己的好朋友，很多艺人朋友们，这个音乐为什么这样 emo？ 因为没有想说，我是想说我很兴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站上 TGIF 的舞台，大家开心吗？看到我开心吗？好，所以想说，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个歌单是有个主题的，因为是。Racial Harmony 对不对，种族和谐，所以今天我觉得我选了一堆，我选了我的歌单都非常的正能量，想说把很多正能量传递给你们，然后希望说我们可以一起前进这样子。所以下一首歌呢，而且我觉得后来发现很巧的是，这三首歌第一当然就是我自己的创作，然后第二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。刚刚那首是什么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可以跟我说刚刚那首主题曲是走走，对，加兰加兰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下一首呢，也是一首主题曲，叫做《同行》。